生，你的小便便好好漂亮啊！啊，对啊，他其实他最乖的就是他的那个脸啊，有点像小朋友的表情。那下面我们首先请他表演一个那个小朋友刚刚起床，婴儿刚刚起床、，Baby wake up， 预备，三啊，起床，开始。做梦也没想到，好可爱，快，不快啊？接下来再表演一个婴儿要玩具，好不好？很喜欢一个玩具。刚才这企鹅，刚才这段表演也可以理解为小企鹅找妈妈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了解了他们四个，非常非常的可爱。那其实呢，今天他们也带来很精彩的才艺展示。那我们看到的 take 呢，不但是舞跳的好，最重要的是真的很会唱。是。所以接下来他们将要带来一段和声表演，欢迎他们。对对对，我好爱线哦。一二三。OK， 准备吗？准备吗？准备完了吗 ？I'm ready。开始，开始。阿里娘。之前舞台上我们五个人好像很多余，所以快乐家族绝对不能示弱。接下来我们三大男高音为大家带来和声版的《栀子花开》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我觉得和声啊，不能代表我们，是因为他们表演过了。是我们以轮唱的。李承铉，金木娃。好，来啊，你接着说。你忘了说到哪了？ 我不想说了。啊，说到和声，他们已经表演过了，我们就轮唱吧。轮唱很重要。对呀、啊。没关系，对，我们就是我们玩。你们还没有唱，就大家就跟给你们鼓掌了、那是因为有人在后面这样。来，好，副歌，你很做作，你还捂着的，可以，因为要不然被你干扰，你干扰了。去，栀子花开呀、啊，栀子花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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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栀子花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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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开，栀子。海涛，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声音在整个歌曲里面表演前我说了一句话，表演后我仍然有一句话，我非常遗憾参与这个表演。我就说我们依然会得到观众的掌声，因为我们还有那一招音乐准备，一二三。一切带着一切再一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要唱《栀子花开》，你们四个给我伴舞。我再来，我要。何老师凭着他江湖中人老道的地位来欺负我和杨澜哥的朋友，我受不下去了。你走开！你们给我跳舞，教我怎么唱，他们很难办。不用唱，你们跳就好。我准备完了。好，你们一唱就没人跟我唱了。我们一起来给他伴舞吧，预备。开始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。我平心讲，他后面那声一出来，整个掌声热烈了。好了，这个在歌艺上输给了他们，不如在其他方面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他们。对，要你好看，给我们一些好看的东西。好看，好看的东西。好东西我给你。好，什么东西？说的是韩国人唱不如要更高啊所以这个有了，所以现在我给你看这个啊，你应该有。什么我应该有？现在我你怎么知道我没穿鞋垫儿？这个是现在我这里，啊、现在杰里、OK， 下一个示范一下。哎呀，这样吧，哇，全台
穿这个鞋垫的秘籍就是要带四个人蹲着，这个什么秘籍？哦，是是，哎呦，很厉害哎！哇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韩国的很多明星看起来很高的秘诀，就是这个隐形增高鞋垫，试一下吧。可以来，哎，可以吗，佳佳？等一下，你先站着，站到我旁边，站到我旁边，我们先比一下高。你们俩本来不然观众不知道你比我矮多少，都是1.65米。啊，你也应该有，你也应该有。哦，他有，他现在就穿着。你不说我很清楚。嘿，这个垫上以后就这些。他的脚在哪？他的脚在哪？来来来，准备啊！哇，多高多高！哇！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。好，现在哇，这个很有用哎。好，可是这个穿着会很不舒服啊。不舒服，为了高啊，我认了。我的抖呢？没办法，可以。哦，我垫反了。垫反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样，第二样是什么？我们秀一下。第二样 ，next one，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可爱的帽子，可爱的帽子，也许中，也许中国也有这个，也是中国啊，没有，也许中国也有这个，也许中国也有这个，好，这个，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。以前 ，before， OK， 后来，使用了这件产品以后，它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一二三，哇！戴这帽子的时候一定要不停地跳，这长衣服的手才会不停地动。你再看它的侧面，看它的侧面，好大的屁股啊！好，那就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